大家好，我是莫寒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《植物大战僵尸2》的游戏实况啊。这个上一集的话，我们是打了五六七八，然后我把前面的困难难度全部打掉了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啊，我们还是四关啊，9到12。来吧，这个又是一个怎么说呢？又是一个游戏关卡，攻击又是用着传输带之类的东西啊。矿车上种植物，来吧，这个感觉是花盆好吗？花盆矿车。选定植物情况下打败僵尸啊！我说这僵尸像杀马特一样，哎呀，看到我都想笑。来，最后一个位置不能放这个花。这里要放一个这个，这个号才一级啊，确实难打，不怎么好打。应该中这个闪电，啊，不是闪电，那个电击的。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呦呦呦，这鸡！哎，偷我车！我去，这鸡偷我车！我的天，还把我花给踩了。这一关有毒啊！这么多僵尸，我的天！天哪，这么多僵尸！又来了，我又来偷我矿车了。哦，用坚果去顶这个鸡，这这怎么打啊？这鸡那么烦啊！植物不行啊，过不去啊这一关。有鸡的话，我估计用那个可以挡，用坚果可以挡住它们。这一关有点麻烦啊，多了一个小鸡，挺麻烦的。所以我要先放上一排坚果了，意思说，没那么多钱啊，没那么多阳光啊。先这个僵尸先不打。先放坚果来挡，否则这个东西全被偷走了就输了。只要有一只鸡过去就输了。先把这条打了，我感觉，先给你吃东西。哦，用电不错，电用来杀鸡挺好的。哇塞，这么多鸡，我去，有点疯狂，有点疯狂。哦，用这个电芦苇来杀鸡还是不错的。一电是一片啊，真的是电的飞起来了。
大殿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殿可以。用电炉尾种满就行了。弱鸡应该说他们是。最后这个铲了，用冻西瓜。五坚果，这个放这个玩意儿，让他们吃，然后爆。放大招，大招放起来！哇塞，这个电炉尾还是很强啊，可以电这个鸡，蹭一下电死了。最后一波吧。死了，赢了吧？啊，终于过来了。在经历一次失败的过程中，我们找到了一些对付这个放鸡的那个僵尸的一个缺陷啊，就是怕电，一电就一串。一次击中几只鸡或僵尸啊，怪不得他这个提示。这一关就是让我们用这一个植物。那以后关卡是不是有鸡了，我一定要用这个电炉尾呢？有可能啊，就每关最好有个电炉尾用来电击，电击治疗。嗯，哦有，好吧，我们把电炉尾放上，还能放些什么呢？嗯，双头的这个就不要了吧，还有什么可以骗上的？好像不多，哦，猴，这个猕猴桃，猕猴桃也不错。首先，先开一个阳光。上来就爆阳光，电击治疗，黄猕猴桃，黄猕猴桃上来就放大招，不愧是顶级的。这个音效好吵，诶，哇，电炉味真的很强哎。最后放冰西瓜，啊，在这里放冰西瓜，就西瓜花的阳光比较多。搞点芦苇，我电的速度很快啊，一电就死。啊，果断有这个猫尾草在，基本上是无敌的。两个西瓜就够了，因为它这个西瓜是片伤，可以打三排。有个人说仙人掌伤害高啊，那我们中两个仙人掌，移动啊，移动型这个特别组啊，已经打完了，好，结束了，好吧，我还没感觉还没起来呢，
阳光还没赚够呢，结束了。毕竟我们拿的是五级的去打一级的，哎呀，没办法，五级打一级，有时候我这手残党啊，五级打一级都输，是吧？就像上一关五级打一级，我们的啊，那个上一关好像没有五级的，也是一天，哎，就两种僵尸啊，是不是有 boss 啊？获得花费多于500的阳光，我勒个去！就是500阳光的植物不能用吗？还是指什么？那我只能种两个东西了，意思说。啊，不得花于多于500的阳光，不让我种别的东西了。这。我只能再花300多啊，不会吧？还只能花200多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仙人掌吧，仙人掌开挂型，手动移动了。他应该出的那个怪不会很多，有电炉尾在就不怕那个那种鸡的僵尸，不过电炉尾伤害也很高，你看。三下，啊，不过有仙人掌在基本上无敌。其实搞一个鼠尾草也行，还可以种75，但是我没有75的植物了。我们就移动仙人掌慢慢打吧，狙击手，远程狙击，而且是穿透型的狙击。最后一波攻势，花多了就输。芦苇放个大招，这个放个大招，加攻速什么的。啊，赢了。用三个植物打败了一堆僵尸，嗯，可以用。这一关很简单啊，因为我们的植物比较强。如果他给我固定植物，那可能打起来会比较累。第12天，12天要干嘛？成功抵挡僵尸，又是啊，又是这个玩意儿，又是这个玩意儿。而且这一关是不能用黄高炸弹的，但是能用豆子。不过这个僵尸应该不多，只要不出用鸡的那个就好。这个有观众说是香蕉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香蕉啊，看上去不像香蕉。好，电炉尾，电炉尾，电炉尾根本不需要移动的吧？这个需要移动吗？放前面。电炉我也不需要移动的，电炉是远程的，一电电好几个，电两只。回旋芭蕉有观众说，回旋镖秒杀，好的，还可以鞭尸一下。啊，这个这边再放一个。放在后面，电炉尾我放在前面的有个好处，就是什么？这个它的攻击范围是有判定的，最后面好像电不到前面的，要在越前面电越好。哇，死的好快啊！不愧是这个回旋芭蕉，双子就扔过去两次攻击，这回力镖是两次攻击。啊，四只，那就这样呗。这样呗，来吧。
就上面那个有点麻烦，是有个防御护甲的，不过有这个电咱应该不怕。啊，有电咱不怕。电的话是打两排的，不用移动。来吧，这边要来双份的，三份。别的几个地方先不打，先把这个铁头盔打了。铁头盔啊，不是铁头盔，就是铁罐头啊，铁罐头比较烦。别的地方我估计电炉尾电就死了。先这个豆子先留着，应该还有一波。哦，高压电电的是爽，电的不动。死。最后一波攻势，哎，我们地方啊，可以撞，可以撞撞前面这里。来吧，来吧，最后一波攻势。我可以放大招啊，没事。这个大招放起来，电。电，电放起来，啊，电死了，还没用完呢豆子，啊，芦苇好强啊，早知道把这个芦苇给练上去了。好的，第十二天就这么过去了。OK， 那么我们四天啊，这个也是比较轻松的过去了，也不是很难。除了第一关我们啊失误了一下，因为第一关没打过啊，这个不是第一关，就第九天我们没打过啊，所以死了一次，研究了一下，然后就知道怎么打了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